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芙。今天是圣诞前夕，平安夜，要礼物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就要。嘚儿，好嘚儿。因为现在我南半球是夏天，所以我特意穿了非常的有夏季风情的服装，扶桑花，而且是红色的，这样也还蛮有圣诞风味的。难为他了，七月要在夏天过圣诞节，萤火虫只有这个月有，也快要没有了。大家来观赏一下有萤火虫的圣诞节，这是南半球才有的哦。看到了背着礼物袋的零零鹿，圣诞快乐！我是黑鼻子驯鹿零零鹿哦。好的，你的使命是要送礼物给所有好孩子。你们在包装纸，要做包装纸，教我包成四好啊好啊。包装纸三张，原来还有特殊的包装纸哦。我以为要自己买包装纸，我还很认真的收集嘞。看没有积雪的圣诞树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有台湾的 feel 吧？啊，今天小狸猫也戴着圣诞帽，也好可爱哦。啊，那我们就去 DIY 一下。今天的背景音乐我好喜欢哦，感觉轻快、好开心的感觉。噔噔噔。我把地下室当成储藏室了。而且星星碎片拿来做照明非常的棒。虽然快乐家协会每次都说我把东西散在外面，但我真的觉得星星碎片拿来做装饰很好看啊。好啦，先去找零零鹿，把三张包装纸给他吧。零零鹿，你在哪儿？你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不要乱跑啦。好的，给你。圣诞节壁挂式袜子。发礼物，好啊！你要送我啥？哦，一定要在天亮前发完是吧？好 ，OK。礼物、哦。给你。对呀，好，所以要每一只都发一下，对吧？赶快去找那种十一点就睡觉的，早上有两只小朋友很早就会睡的，赶快去找他们把它发完。十只应该很快就可以送完了吧？反正沿路一路看到就赶快送。跑跑跑跑跑跑跑！谢谢罗宾大家的。那个十一点就睡觉的小朋友，赶快先发一发。乖孩子才有礼物哦，大家都是乖孩子。Merry Christmas！ 今天真的大家都戴了圣诞帽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啊，总算走到阿甘了，是礼物哦。不客气，你要给回礼，谢谢。你要给我什么？阿甘，你真是个好孩子啊！怎么会这么 sweet 呢？我送了这么多个礼物，第一次就掉回礼。我送回来，我应该十只都送到了吧？什么东西呢？好哦，看里面，大家的礼物有胡乃轩、爱哭鬼跟约翰。OK， 啊，爱哭鬼在家，先去鬼找爱哭鬼。哇，粉红色的圣诞树装好可爱哟、哦！是啊。小小萤火虫飞到西，飞到东。吼吼吼！
等一下约翰的了。礼物给你。哦，终于把全部都发出去了。完成喽！欢乐的气氛。你要送我什么呢？圣诞雪橇。平安夜，圣诞夜。交换礼物，说到平安夜，当然要交换礼物啊。嗯，没错，我们来交换礼物吧。他叫我晚点打开，但我真的很想马上打开。来铁机器人，圣诞节交换礼物，相信大家应该都玩过吧。我玩过最废的交换礼物，大概就是家中不要的东西拿来交换，就常会发现清垃圾，比如说已经用过的晒衣夹。啊，我觉得晒衣夹还算实用的咯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竹帆不及被宰。啊，好快哦，就要2021年了呢。圣诞夜晚快就是新年啦。哇，今天办事处也装饰的好有 feel 哦。等一下来办事处门口拍张照好了。那今天打扮，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有圣诞风。跟李玲露拍照耶，李玲露不要再动了。李玲露不要跑啦，真是，他真爱乱跑。好啦，今天的圣诞节活动不晓得大家就怎么样呢？大家跟动物交换礼物了吗？有没有拿到圣诞节特有的 DIY 呢？喜欢这支影片请帮忙分享和按赞，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